佛陀悲心运用自如啊，教育众生随机祷告，就亲像空中密云雾落，随着大地啊种种的根基等等，只爱呢有。好来论习，就是随着因的根甲基呀，向安尼接受，安尼来修论呐，都亲像佛陀佛法，在咱人间随顺众生的根基来接受。来受用，这是佛陀伊的法，会当适应各不相同根基的人。在迄个婆罗那国。有一位父相，伊个家中生一个囝，尤其是这个囝仔呢，人看人欢喜呀、啊。赶紧呢，请相师看相，啊，相师看到嘛是真惊呀。哪有这呢只机智形象的小孩哩呀、啊？就问这个囝仔。这胎是有什么款的异常无？父相讲，我的夫人呐、啊，本来的性地真歹啦，做人呢真刻薄，不过自伊怀孕了后，变成了非常的温柔，心量啊开大，会当灵敏呐去体会家暴。的生活会晓疼惜等等，这个囡仔安尼生落来，阮规家庭的人啊，都是超欢喜。上司听到就讲，这就是这个囡仔的吉祥瑞相，将来也会带予人类的吉祥。安尼来改号名叫做弥勒，这个。代志呢，都大家人团啊，团到国王的殿中去啦。内心啊，都起着迄份不安。这个囡仔那大汉来啊，我的国家，我的位呢，是不是会去予这个囡仔所期待啊？这就是国王起着妒忌，无理由啦，就分。有一天啊，向着伊的父相安尼讲，听讲恁家的弥勒啊，聪明高朴，智达书才，是毋是带来予我看卖咧？父相烦恼啊，我到底是要甲囝带入宫去呢，或者是真挣扎？后来，伊个夫人就讲：“是毋是可以离开这个国家？伊那阿公在婆利佛陀罗国是一位高才博达啊，伊个文生嘛真多啊，伊那也差不多呢，是学龄的时啦，是毋是转那个送过去？从安尼开始呢，弥勒啊。”就伫阿公的厝诶，接受呢，甲大家人同款的教育。阿公呢，发现到这个囡仔，轻轻一句话啊，差不多全部的经典呢，拢会当了解啦。伊感觉这少年的囡仔，所有呢，
婆罗门教的道理拢总了解，来赶紧的为伊开一个大会，予全国的人会当知影伫婆罗门教这款的记载。但是阿姑本来都是一位真清闲的人，办大会都需要钱啊，就派一位地主啦到婆罗来，希望老爸来替囝呢出钱办这个大会，派这个地主啊往婆罗来过。可是也未到位的时呢，中间就有听到释迦佛在往下声，一动一个念头，说先来去往下声拜见佛陀。但是啊，这个心念一起啦，好好加起啦，送命的中途啦，伊就身在天堂啦。那在这个中间呢，阿姑呢也未得到信息，不过日子咧过啦，不如呢自己来办啦，倾尽了家财，集所有的婆罗门来大会啦，见证呢这个少年的才华，500多人来咯，办这个宴席，请大家人，甚至每一个人要回去，也都爱，亲像在供养同款，每一个红包500两啊！这个会呢，大家人赞叹啦，欢喜离开。可是呢，后面又来了一个人，就讲啊，虽然我来得迟呢，同款啊，你也都爱比较精明啊，爱给我500两啊。婆婆咧讲，这个大会办煞，我所有的钱啊，拢用掉去啊啦。你若是无提出500两来，7日后啦，你后果真严重，挑破七分。哦，迄当阵啊，身在天堂的地主呢，看到伊的师父呢，是安尼伫咧烦恼，就从天而降啊，来甲伊讲啊，一位恶性的婆罗门，伊是恶心恶念啊，是一种的恐吓，并无有神通来预言你7日后所受的，所以你放心，真正的会当通贴大法的，唯有佛世尊。现在呢，伫往下城，原来啊，往下城有这位大角者，伊就赶紧呢派15个人陪伴弥勒，赶紧往往下城去。但是呢，要测验这个世尊，都要先运用恁的智慧。譬如讲，恁会当问伊，我现在到底得几个相？我现在有偌济的地主？我现在有几岁？伫遥远的世尊啊，伊若会当了解，伊则是恁真正及时爱归道的师父啦。安尼交代呢，一路啦，大家人赶路啊。果然来到王下城，看到佛陀庄严啊，周围地主围绕啊，因都运用着迄个心来闻难，啊，距离真远哦。佛陀呢开始就讲：婆婆利啊，有两个相，因呢是头毛的形象，第二出宫中色相。佛陀停一时，再搁再讲啊，这位婆婆咧有500
位的地主，再停一时啊，佛陀又再回答：婆婆的年龄120岁了。这地主呢，哪会听到佛陀啊？家己在咧讲话，到底佛是咧甲啥人讲话啊？佛陀就讲啊，婆婆尼的地主来到这个所在，心内所要问的话呢，我回答啦。所以76位呢，听非常的震撼啊！我的师父爱我来到这个所在，向佛求教，我愿意在佛的座下修行了。这就是在佛世的时代，跨过了安尼几个国家的来回啦，有安尼的事故吼，佛陀呢啊应众生啊所需求，那度有缘人吼，这是不可思议啊！所以佛就亲像空中的云雾咯。适应呢天下众生的根基啊。